Hello,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. 今天是16号4月2020年今天又是 MCO Extend 的另外一天哦。听说昨天有很多警察，今天在明都路也是很多警察，所以现在我要驾车出去看一下，然后因为我要买一些东西，家里的东西都吃完了，快哈，一个月了。 OK, let's go。哇，今天要出门的人呢、记得一个人出门就好，一个人，因为外面很多警察。 OK,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，拜拜。